你是猜的，你不要恶意揣摩我。你猜就算了，你把你猜的这个结果还强行加在我身上，那游戏里见喽，那游戏里见呗，对吧？游戏里见呗。游戏里见真章呗。嗯咱们直接看实力，好吧？反正这把已经是拿下，哼，嗯，我的艾可不克已就经看掏实出力来了。呗。绝艾克活替都你掏吹出一来年了，啦！这很闪哦，绝活是吧？还是？就是嘛，这一把算了，我表演，看你表演，看谁看你表演？表演，当然是看我们须贝表演。船长这英雄怎么表演啊？这东欧就白白捅子，打打钱。船长这种英雄捅空了他有什么用我啊？觉得这个东西啊，刷刷经济，因人而异。可能你玩的话，可能就真是白白捅子。你玩的话，知道我这那个船呀，长这好个无手聊上的啊！枪是什么枪吗？什么玩具枪？枪，收集者，姐，实际上这个船长手上的这把枪就是我收觉集得他者，是那个泡泡枪，收集者的这个图确标，实像。收集者的图标。不是冰冰啊，我知道你想拉拢我，但你没必要这样啊！你带个白金的来，还吹说自己上过王者的人，我对是对十对，二他白就是白金，金，你这是不是的。明摆着给我送吗？真的我是，是十我二白自己都金，不好十二意王思者，了。不说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呢。十二哦，我白忘金，了哈，你们家这个不用帮走了，上线去了，吃经对验呀、啊，这喽。就是我们家男陪的实力啊，打野都不哎，需要帮的，而且是红开。有嗑个瓜子儿去，看我这把给你。我走了。嗯，在这边是嗑瓜子。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中 miss 了，中 miss 你不了。行啊，还没打呢就嗑瓜子儿，能不能赢啊？哎，卡啥中单？我操，很烦。嗯，啥意看思？吧，你看吧。卡莎挺恶心的。哟呵，我要把我得不到的。等会儿出来不能怪英雄吧，哥们儿？你哎，选不的会，英雄啊？啊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哎呀呀呀呀呀！中路不用来啊，中路不用来。会。等我速三啊！我速三开我杀啊！兄弟，操，卡莎中单挺恶心小啊！宗师，我后撤了，我后撤了。不往后撤，为什么要往后撤啊？我们不怕他们。那你打嘛？我害你怕是嘛？AD 呀？他控眼。有点恶心控眼，你啥呀？啊？我直接就钻他们野区了。A 一下，走走走。好好好。我很少忘记。看一下是不是老弟，等等他们走了。哎，上路有个你快头，去他中路 K 头，上路有个头，上路。你看，快去 K，我我去看上我路上捡个路 K 头。头，老我想去 A 看。我这个逼人，上路 K 完等我来，他中路 K。没事，这个人中路。哎，哎呀，快跑进来！他掉。空中之鱼。这个这卡莎是难打，怎么走中我前面只能抗压了，有没杀掉？快跑！你快跑！有人抓你先去我了！扛一下烟。我前面只能抗压，没办法。哎，上这路人哎不呦！行呀，这上单直接给我卖了。那路人没办法呀，你怎么办啊？我是不是老弟的话，肯定不会卖你的，对吧？我不卖，我不卖，我要塔你下发育。这上路怎么没开到头啊？被这个上路卖了，没事，找我。我都无所谓。你应该先让他扛塔，然后哎，你再卡来。莎撤塔。这么恶心！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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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这看个来看，卡莎，看看这个 ADC。我给你哎，我扛，来看一下先杀是他。哪个。对对对我来对，帮你杀，我来帮你杀，你走。快杀快杀快快快杀快杀！快拿大头！拿下！哎呀，一血！哎哎，不，K 是一头，血了，下路不没是一事。血，不但是是这一也是血啊！头我了，怎么拿到头了？哎一呀，血，已经一个头一血是了。最厉没有人害来下路的。K 头呀！姐不帮可他。能怎么了嘛？怎么了嘛？哎，我
我看看这，看看我们的船长在塔下坐牢呢。那我们坐牢，那我们家那配不是打野吗？那打野不拿头去哪拿、你打卡上你也坐牢呀？你快来，你快来，这还有个残血，快来快来！小毕，回家要光，准备杀他了。不你别来，对面打野去找你了。他死了。回家要光，准备杀他了。我也跑，我也跑，我害怕。对面有个新英雄，对面这英雄，这英雄都看都没看过。对，英雄见都没见过。我也没看过，没见过。这是个打野啊！我要一。管他呢，你等会儿我来了，我来了，然后我们去杀这个 ADC。游戏没有到最后一刻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ADC 要回家呢。他现在虽然说拿了一个，他不回。但是船长这个英雄不回，你给他骚扰一下，他不就不回吗？咱们前面肯定是得先打钱呢，憋个药锅。你看回了吧？那你骚扰他不就不回了吗？如果换个常规的 AP 中单，我实际上三级必单杀。害怕，我骚扰他。要输了，好痛。他嘿嘿，没有偷。你这一定回家了，这辅助怎么敢意思呀？你小心点去对线，我上去捡两个头。好嘞好嘞，他六级了，六级不越不了塔了、哎、没蓝翔越他的塔了、等个二连桶就能杀他了。许仙很健康，许杯子、这个桶子好，他上路马上又有人头了，你可以去开了。我已经去了，在路上了。抓他，快去抓他，没有跑，快跑快跑，准备 K 头，一个没抢吗？想想头兄弟，帅，哎呦我操，坏了，给他换。哎，他这个大招可惜可惜，没事没事。哎，我这大流大招想抢头不可能的呀，操，我都听见了，想得美，这个卡莎大招可惜了。这波你不是应该把他两个全杀了吗？这卡莎人升级了，就差一点。刚才那个大不去拿那个头就好了。是没事，偷鸡不成蚀把米呀、啊，兄弟。你俩想反应 K 头呀？大招 K 啊，人都不想去呢。K 头肯定得 K 的，哥们儿，咱打人头局不 K 头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嗯。确实 K 不着呀，先能 K 到了，我们已经两个了，你先追嘛。那个冰冰姐，我这英雄的话还是偏向于发育的，到后面装备起来了还是好拿头的。行，放心放心。刚也就是差一点。对，卡莎放个大给了个盾，不然他死了。是的，对，看到了，没事。这卡莎也是也还行玩的，可惜可惜。丝血跑了，有点可惜，不过没事啊。你看我这耀光一出，这个卡莎就没法对线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卡莎好烦啊！把他们连起来。我要去那个帮他，你去帮他啥呀？我要帮他打龙。打龙。他都走了。上路又被抓。你中路去帮续杯是吗？谢谢你。没事，下路我一个人可以。哎，中路不用帮啊，中路不用帮。哎，那个对面这个女老板吃线去了。你怎么来中路中我了？脏我了？怎么啦？不管我了。姐姐有点过分啊，姐姐。怎么啦？你看你不在，我要死了。你怎么还分我经验呢？过分了，跑掉了。哎呦，影响我心态了。哎呦，快炸他！漂亮。影响我心态了，你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救你了。得了，姐夫。快来，快来。跑了，跑了。又拿一个，不是很轻松吗？不用了。可以再上去杀，我还有队友呢。也不在，我就死了。OK。走走走走走，我带你去 K 头，我带你。仇恨将沾满鲜血。卡莎是吧？什么东西啊？卡莎70刀。哈哈，快快快快快！他哎爹！哎，还行还行，奶妈的。哎、好杀。奶妈的还行还行，我摸到他了，但是他闪现到塔下去了。米粒是厉害的呀，过分了，这个叫做米粒的，你都来中路分我经验呢啊？干嘛啦？我什么也没干呀。来我中路别恶心我呀，讲道理。
没有啊。你这还没恶心我？你看你又来。看你八级，我就想吃个线。你看又来了。我才五级，我想要个大招。你快回来，等会他们又越我。别吧，真别那个米粒，真别这样。你再这样的话，我。你再这样的话，我。我下手没轻没重啊。一个零说话挺狂，不是我下手，不是你一个男朋友说话怎么这么狂啊？你知道什么叫恶心你吗？我就不管你，对对对，我跑了，拜拜。哎，怎么能这么差呀？哎、跑不掉了。哎呀，我跑了。你这玩的，你这玩给你上上强度了。哎呀，哎，完了。这打野来了，我是老板，你是陪玩，尊重懂不懂？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 我想去哪路就我就去哪路。哎，我已经很尊重你了，换其他老板我直接就开喷了。怎么，你还好声好气跟你说呢？ 我让你走。我想去哪路我就去哪路啊。你这玩的，没事，别说。你脏我好几波兵了，影响我打嘛？你回来跟我一块。影响我操作。我没有整你兵线，我总共就吃了六个兵呀、啊。你吃的兵影响我操作了，真的。那我只能吃点野了。那我帮你刷点野，来。你真别这样。没事。你这样，帮你刷野来。不是啊。姐，我开始拿头了。姐，从这一刻开始我拿头了。哎呀，我好怕呀！你怎么就开始？怎么就开始帮狠话了呀？哎，徐飞，帅。我都说了，从这一刻开始。真的，你这个过分了。不是一开始你就放狠话就上前部干什么呀？哎，这溜了。姐准备拿头了，从现在开始我得拿头。还有一个，我来下了，姐，等我等我。好，打人头局你给我说这种话，你不是脑子有点问题？哎，一个头而已，还是领先三个。我们又拿头了。加油！快下路有个残血辅助。哎，别被他给 K 了！你怎么在上路啊？这边啊，他没拿走。天呀！怎么拿下来？我怎么还是没拿下来？拿了姐。不是你怎么不拿就是笨了。两个技能封走位了呀。还给个治疗，对面还行。哎，姐，赶紧去预约塔，我来了。有大吗？我有大，有大。怎么不？能姐，你能扛吗？你能扛吗？我刚才上路拿一个，算了小问题，拿两个头没事。算了，没事。哎呀，我大坑了，我大。没事。卡莎，你来。他走位有点好。来了。好，走到一下。哦，他有赏金的。他赏金吗？那越吧。越吗？打打打打打。赏金可以越，我来打。好，我来了。哎呦，他有疾跑，还有闪现呢。他闪现了。没关系。哎呀，交闪了，下路喽。可惜，交闪现这个，哎，可惜了。哎，辅助打野，还好，他头也不动。哎，不对，徐奔，你这个英雄我好像是第一次玩，这场玩的不这个，哎，是那样的吗？我一直会了，他们打不过好像。其实你快跑，你快跑。锯齿短臂。没事。哎，有人我跑了。还行，他死了，好起来了。居然给对面送个赏金，哎，我发育还可以的。赏金，我们下一步拿他呀，我们擦包杀他呀。还行，这把艾克发育不是特别顺。这把还差两个头呢，先追呗。这把机会是很大的。不才开始吗？两个头蛮重要。我这艾克拿头很快的呀，了不起。我是杯可是自带收集者的男人，看到没？他手上那把枪，看着没？那枪是假的，玩具枪。泡泡枪，玩具枪。回家。哎呦，被闪掉。两个头，两个头。来，大我来了。两个头。我 Q 死你吧。丽丽啊，你们群打人头局都带这种男朋友吗？哎，那卡，快来中路。拿不掉，已经被我大呀卡莎，大呀卡莎，哎，停不下来了吧？我给你挡。
这么聪明巧呀，哥们儿，是吧？好起来了。怎么？你看我说吧，我说吧，这两头。我跑了，跑了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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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后面有人。啊！别吧，哥们儿。我跑了，我跑了。哎呀！杀他！我来了。要卖。收集者。没事，我能。送塔。操你大爷！完了。哎。是不是你们打人会觉得都点这种青铜白银的配味啊？哎，我人头就差一个了。嗯。啊，让两个人菜鸡互啄。不是，就差一个头啊！菜鸡互啄，那你对啊，那你的意思你们家那个是个菜鸡吗？我 K 你两个头，他们俩都是一人一个助攻呀。我们助攻都是一样的呀，都是一人一个助攻，对啊。嗯。不行，不行，这样吧，你要不来我们群吧，我好歹还能关照关照你。大家可用不上，考虑考虑。闭上你的肛门！好，说，我来弄一下他。好。打他姐！哎，小心！漂亮，帅的。你跑！给按的 A 他。投诉他。A 他姐。怎么又给他拿头了呀？哎，快 K 他！快来许杯！拿下！哎，可惜，可惜！哎呀，这才是 K 头，这是真 K 头。凭本事拿的，什么 K 头啊？哎、我满血打了他，怎么叫 K 了呀？就我 A 半天，我是黑名。不是，你是黑奴啊？这个卡莎、哎，你没听我们打过？卡莎，感觉没机会。打光了。我这里有眼子，我这里有视野的。来来来来来，走走，我们去上卡莎，快快快！我先上位大招，我保你。看看看看，他给坦克上大招了，快快快！预备，还行，好杀，都没 K 到。我们俩这配合好吧？好，非常好。哎，这配合很好。跳上来怎么没摸到啊？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摸到了，被他抢了。我没事，小哎呀，怎么叫被我们抢了？明明是我跟我冰冰姐配合的，拿的头，什么叫 我大招留住的人呀？我大招直接千里锁敌呀！怎么放头？哎，漂亮，黑坏了！哎，好难，余力真厉害！我点燃烧没了，给他，他来了，我们就不打了，走。哎，让他扛塔，让他扛塔，快快快，拿下！怎么还有人闪现抢人头的？哎呀，啊，打不死的！怎么还有人闪现抢人头呀？谁规定不能闪现抢人头吧？行。谁规定的？那你以后别说不能抢头这一说啊，好吧？人头局。行，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啊、行，就等你这句话。哎，你说这话是不是有点奇怪？人头局啊，你不让 K 啊？那你也要 K 啊？就等你这句话呢，等一下我拿头，别说我抢人头啊，好吧，行吧，你抢到也是你本事，哥们儿。就这啊，行不行？好吧，好，就这啊，不动区别来，别我来了，他不在，别我来了，快来，快来，别开，快点，我在赶，我在赶，哎、他他妈闪现上去拿了一个，哎，他死了死了，我马上到，哎呀。好杀，米粒，还有个米粒拿双杀，快来快来快来，我给你夺到雷达，米粒拿双杀，他没大了，这么细吗？我不拿，快快打打这 ADC， 拿下，这个也能杀，哎，一个意思，杀不掉，快跑吧，能杀掉，有我在，怎么可能死嘛？哎呀，这个打野来了，打野打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你杀他你杀他，我都控到了。哎呦！哎呀，他怎么还有个这个技能？我怎么不知道他技能是什么东西啊？拿下！哎呀！轻轻松松嘛，这都杀了呀！我操！这都能让你换？没事。嗯。小小的领先了三个，小问题。我这装备都起来了，杀人书一买，我这本杀人书一买，
我们的差距会越来越大。差个眼，姐有大不？不接他话让他尴尬。哎，这里姐有大，有人很多。有大的话，等一下可以。能接我们话让我们尴尬，我们就是比你们多人头，你们先追呀。哎，姐小心，能跑不？能跑吗？接到了再说。走吧走吧，小心小心。他们三个人。小心小心。不是啊，冰冰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跟你说，就你、就你们家这种男陪，在我们群里都是接不到单的。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他们在打小，是不是你们群里有几个呀？真的假的？我们群里啊，你猜，有没几个吧？你想，你说就你们家这样的陪玩，我们群里有几个？还是我们群里有多少像林凯这样厉害的陪玩？我这船长玩的很菜吗？对啊，这不菜吗？不就又是三个头吗？陪玩没人点的。七杠四还菜啊？还好吧。你来我中路张我兵线的时候、你给一般人都炸了，我这还没炸呢。姐能跑吗？我操！跟着我飞行。我来帮你，我来帮你。就是你卡啥都没带。好了。快快快！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他们四个人，我们先跑。两个射手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哎呀，又没抢，又想大刀 K 头啊，兄弟！又他妈没抢到，又想大刀 K 头啊！还能打他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别打！哎呦，我揍你！没事没事，他死了，我来杀我来杀。AD 做这个 AD， 操你大爷！哎，我还有大招，他们两个打大招你。打啊！哎，随便杀嘛！啊！看看喽，看看喽。哎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哎呦，这个跑不了啊！大招掉掉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，差五个呢。反正我们这一波还是拿了几个头。他们都射手，有点克我感觉。会越差越多的呀！几个头了呀？你们就是没有拿到，先死了。兄弟，不要怪英雄，这怎么才拿八个头呀？不行，这样你叫我声哥，我杀慢点儿。哎呀，这么狂吗？行不行呀？这么狂吗？烦、我还没开始发力呢。好凶这个人，还没拿到的猴呢，你先拿到猴再说吧。姐，咱俩配合一波。可以，我找你，等我。还没复活呢。手太长了。你这样，我拿个蓝去。我不要，这也套路。我来，我来。我再赶过来，等我啊。等一波机会。现在目前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机会。这是你表现实力的机会啊！我还是比起我船长还是比较喜欢近战的。大话还是小差？用手长的话，他刺客还挺爽。少杀点，凭什么呀？人头狙，我们凭什么少杀一点？这个可以打了。哎呦，又用大刀 K 头啊！我控到他了。这可以打，拿下！这个能 K 刀不？这个能 K 刀不？哎，怎么 K 呀？怎么 K 头？怎么靠 K 头？怎么才拿九个呀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知道。哎，哎呀，小闪现 K 头，怎么回事啊？太八嘎了，太八嘎了。哎，气完了，完了，有人要急了，急了，急了，怎么办啊？我们让他们看看我们全男陪的实力嘛，好吧？雷凯，随便杀嘛。雷凯，有点着急。快快快，开 K！ 我 S 你。哎呀，干嘛呀？你好好杀，让你冰冰解开。拿下。太恶心了！让他知道一下，他的目光还是短浅的。行行行，我的三叔已经二十五层了，怎么挡我啊？怎么追呀、啊？八个头呢？这好气啊！一打起来，单可猛 K。姐，我第一把手感有点差。一打起来猛 K， 那也没 K 到啊。怪英雄，怪手感，兄弟。手感确实有点差。对呀，手感真是有点差，真不逗你，手感太差了。哦，这么差的第一版是第一版，没事。J
对，手感有点差，手感有点差，手感有点差。没事，兄弟们，高手不赢第一把。这一把的话，不需要手感，就是乱杀。有好几个头没抢到，导致有点掉节奏了。让我把剑带了。掉节奏。八个头哟。先让对面开心一会儿吧。哎。哎，我怎么这个 AD 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这闹的。把大全给我。太闹了，太胡闹了。哎呦，我两下我就没了。太胡闹了，又想 K 头，兄弟，刚才为什么不来中路 K 头？杀着对面这个 ADC 啊！神装了，神装了，神装了！我把那个打野杀了。别叫了，别叫了，他管嘛也行。嗯，真别叫！管我呀，我们家能配男人头就可以了，他管我干什么？哎呀，这丑陋的头，兄弟，怎么玩啊？说啥呢？人头差一半呢，有点难听啊！我、哦、这伤害很痛。是不是我来帮你？敲你，你小子没死过是吧？人头差一半嘞！真以为我是刚才的那个船长？哎呀，我操，这诺手！嘿嘿，真服了。你看我都不管，快来快来！怎么这么能跑？好痛！不行不行，不太行！滚！哎，这砍啥？哎呀！哎呦，开大了这个逼！他就有四个人。没事，我来杀。哎呀，这把、啊！你先杀那个，先杀那个 ADC， 那砍杀在后面。你先杀那个。这把对线没打出优势，这把。这打野到底是个什么鬼玩意儿啊？是不是现在是第一把哈？没事，第一把、啊嗯，第一把，第一把。是。这第一把手感的差，打打看吧，努力点，没事，咱们加油，尽力啊！就这，手感的差，就这，手游我可从来没有给过你压力。哎呀，清雪，就这个吧，哎，还有一个，快开，快开，雷开，好杀，好，没事，我这波也拿两个，我们的差距还在。才差两个吗？哟，漂亮！定住了，伤害还是有。雷开，雷开，等留技能，留技能，雷开。啊！这个没拿下，帅！哎呀！哎，这个背背了呀？怎么回事啊？不是哥们行不行？不行，不行，真的，怎么才拿十一个头啊？我这二十一个头好难受啊！随便杀杀。你真别叫啊！你真别叫。说啥呢？就不让玩玩就已经领先这么多了。刚开始嘛，没事儿。不是，怎么整？刚才给我放狠话的吗？不是要发力了吗？就这。我开始发力了，我必须得发力。怎么发力呀、啊？我发力你顶不住了。随便杀杀就已经杀二十多个了。嗯，不是要发力了吗？要把这个对面这个。好烦啊！哥们的发力就是进野区杀我的野怪，对野怪发力了。你都神装了还不能刷野怪？不回事儿、啊。你都神装了呀？哎呦，就哎，不小心就随便杀了杀神装了，哎，真难受了。你神装，见过厉害的，没见过这么难。那又怎么样嘛？我们人头还比你们差一半呢。这三环伤害这么高吗？你们先注意啊，追上再说呗。我也神装了，不会这一个三环就是一个头。你一个三环伤害有点高了，那三环伤害拿不到头不能怪英雄啊，没怪你，拿不到头不能怪英雄。完了，我也神装了，我也神装了，还行还行。这杀人效率怎么跟我的比啊？我看到这个神装又怎么了嘛？神装还差十个头呢，只会吃我们野怪。哎呀，我刷野怎么了？你还你来我中路恶心我呢，还没说呢，真的。谁恶心你啦？你都什么叫恶心吗？你都恶心了韩金亮吗？我都没搭理你。怎么还恶人先告状了你？拿个头怎么啦？不是我车兵怎么啦？我车经验怎么啦？石头辅助不能经验。我杀。这不双杀啦？
不行、拿下帅。哎，这人复活甲、啊，这一定是在这儿，看见没？快去快去！看到了看到了，伤害起来了，没完了，快快快去偷！现在伤害已经起来了，追了追不到的。愤怒合计。哎呦，给他跑了。杀这奎章！哎，他跑了。是吧？助攻有点多，是吧？要把鞋换了黑切吧。中路这些能上？不能。鞋换黑切吧。有点肉。他太肉了。你慢慢杀。这把我们尽量少输一点。快走吧，我来帮你。这把没发挥好。少输点，少输点。你们家设备不是还没活呢吗？我操！他妈艾克怎么打他这么痛呢？我有大招，我有大招。完了！我操，艾克这个三环真挺不错。他冲个掉了，伤害也太高了。我还就说杀他。哎，这怎么被你开了？哎呦，完了！那我不管了，我来帮你，我帮你。哎，他死了，我有机会了，我有机会了，我有机会了。把自己帮没了。这波机会很大。有啥机会呀、啊，哥们？这波机会很大，这波机会很大，看他们怎么说，推不推塔？敢推塔就是拿捏。哎，看你们！你怎么回事呀？哇，你是怎么？哎呀，这边打野怎么在送呀？怎么回事、啊？这也叫送哎？跟你打的时候才送的。好像。你怎么回事呀？帅。烦死了！哎呀。再帅有啥用呢？好起来了。不就慢慢追上来了？我刚才那波失误了。太把对面、啊，我把对面技能吃完了，给你捡头了。刚才我没在你脸上，还没吃啊，等会儿我没吃、啊。等会儿我在你脸上，我过来带你去杀。女枪复活了，早就无可再痛了。没复甲，他还想杀女枪，看见没？看看，这女枪不见了。拿红，赶紧来。在那杀了半天，讲了我们半天的路。丁丁，你知道吧？就你们家这种男陪，在我们群也只能算个下等陪，懂吧？帅，这双杀，来出来，我给你扛。快，好了好了，走了。我都感觉今天带雷凯过来好像是。还行，差五个，还行，差五个。就差五个。哎呦！哇，马上就差得多了。我还以为你要带个多厉害的过来呢。看我白白浪费300一局点的雷凯，你看你姐觉得你拿这个钱是浪费。你还差我们五个头啊、哎？怎么了嘛？那拿个那个头拿下，他斩杀线太高了。走了。嗯。斩杀线得高。伤害。都被他给了。我给你拿一个。回家回家。两 buff。哎，我把蓝 buff 偷了。那个冰冰姐啊，哎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。咋了？你说，你会玩那种辅助英雄吗？辅助类的。可以啊，下把换。好了。嗯，懂的。下把解保护你。帅，你看我这个老板，我一直帮这个艾克拿头的。刚杀的咋了？不能还是能追回来？嗯，我不，我们就杀了两个。回波家换个装备。他说了，游戏结束了吗？出来呀！你不要太自信了吧，这小子。你是不是老弟也是很有实力的，我没开玩笑啊。肯定就紧张，他不也说吗？今天第一把，没事。你哟，没有发挥出来。第一把，打不好就是第一把喽。确实是第一把，没必要骗你。哦，没拿到头，跟我们拿到差距了，就是第一把了。我就是没手感，就是怪英雄没有伤害了，怪我们喽。那就不是我们让你们选船长的，对不对？跑得有点快。都来了。哎呦，好多人。都来了，都来了。完了，我离你远点。那就这么给老板卖了？那不卖怎么办呀？一起死吗？走了，走走走，快走！就这，怎么又陪玩卖楼办的呀？这比的是人头局，我都不急，你们急什么？
你老板都零杠十五了，还给卖了，自己都拿不到头。我老板卖了，对你多杀点。可以呀、啊。对，米粒多杀点。你咋这么激动干啥？我就不杀，我就不杀，我就让我们家雷凯杀，我就不杀。啊，真是你老君！我就天哪，这么多人摁着吧。哎呀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就不杀，就不杀，就不杀。这打有点闹心了，对吧？哟呼！过来过来，你看我来了，我在后面。别去别去，哒哒，快跑！快快来来来，这还有一个。推塔了，推塔了，干不过了。卡扎追不上了，好像。这把他拿出他最拿手的英雄了。他给我过来了，快快快！我感觉艾克应该是他最拿手的英雄。乖的，他反杀现场，这不随便杀。嘿嘿。没事没事，兄弟们。卡扎呢？卡扎呢？卡扎好像跑了，怎么事哥们，怎么死了？老跑了，人家都回家了。卡扎好像跑了，在泉水，他回家了，偷偷学操作呢。来个黑切，黑切，黑切来。我去逮他，死了看，死了看你们表演呗。我去抓他，不行，不太行，不太行。我去杀，你去杀什么？他其实感觉也还行吧，也一般吧，一般。追呢？追得上？还得我去杀，还得我来。这把有点折磨。哎呀，这个摸索怎么把人追回去了呀？他怎么事儿啊？完了！哎，总在脸上，我要死！完了，那不是我看他进去了，我才进去的吗？我也是跟他去的。领先十几个，好追追小杀三十个，追是好追的。快追呀！先追呀！哎，他们家有残血，快去雷凯。那这一把我这个团长玩的有点烦。除非你让他先上，啊，那个啥，哟，我们让他先上，凭什么我们先上啊？哎，先上啊，我才不先上。你的人头就我们开头就行了，我们为什么要先上？我们不。哎，就是开，我们又开了一个。哎，不是差十三个，你们怎么追呀、啊？拿头追吗？不行，这船上打这个阵容不好打，又死喽。冰冰，康特的，不行呐。不行不行。急没有用的呀，哎，第一把没事，不行呀。好了好了，怎么事儿啊？这好折磨呀，把这卖了。是谁刚才不是说要教我玩的吗？哎，又杀一个，不小心。看看看看看看。就我觉得这把得推了，这把感觉也拿不了。十连杀，得推塔了。哎，完了完了，我连上。别送了，别送了，别送了。给你包床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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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跑不掉了，烦死了！不能不能搞了，不能搞了。啊，我没事，等会我来帮你啊。没事没事，我有大招了，我活了，我有大招，我有救赎，我们拿人头。嗯、我带你去二打五。我跟你去二打五行吗？不行，我带我们家男陪去二打五，带你干什么？那我们一起去啊，大家都是一起的。帮你走，来我一口就行，我杀完姐。那好好好好好，跟上好好来了来了，你帮我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我还没活，看着吧，赶不上。哎，看见没，雷凯他们急了，他已经让他老板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下一把玩辅助类的英雄了。你这把就是辅助类的英雄呀？他急了，我怎么不能玩呢？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，好杀！好，你没死。往前追，这这全残血。魏大招，你别怕死，走走走走。AD， 别，就杀这个，就杀那个 ADC。哎呀，可惜。他喊兵大招来了，快快快，定住了。好，这个桶。飞冲哥，那你来去呗。哎呦，完了，哎、我被偷袭了。没事，他没注意看。哎，他们也死了。没视野，妈的。我，那你的人头我来砸。你什么？哎黑切好像不行，这黑切。我还说帮他报仇嘛。换什么装备？哎，这个卡莎真是。看你两枪，哎，你看你这猛杀距离没有再拉开呀、啊？差十三个呢。兄弟们该喷喷了，该喷喷。可是刚刚八分钟前也是差这么多。这把我的，是吧？单杀的对吧？嗯，对呀、啊，这下怎么了？那你到现在还是差十三个呀，还没追上我们呀？差一个也是差，差十三个也是差呀。没事，我会给你的，我不是赖账的。推塔吧，推塔吧，受不了了。嗯，那就是不是证明我们陪玩的实力比你们强嘛？
是不是证明你们这种陪玩这种频率都接不完的？我们群里老板都没人点这种的，知道吗？是一把不能代表什么呀？目光短浅，不要老说你们陪玩有多厉害。这把没有想到康特卫，今天让你见识见识我们群的实力、啊。这把船长打这个卡莎，哎，这是目光短浅吗？没打出优势，这第一把本来就说明不了什么呀，就是一把没打好而已。我觉得并不能代表什么。好吗？绝对有状态不好的时候。就是英雄不行，没有办法。哎呀，英雄不行，完了，手感不好。那算英雄了。姐，我们推倒呗，不能说话。这把这个没打好，手感不好。哎呀，有机会了，姐，来，失败，有机会了。当时这个头我肯定能拿，他开 W 就没法跑了。雷凯，走走走，这个太快了，我带你去别的地方，我们去别的地方拿头。这有人 OK, 来了，姐，我们推塔了，退点，姐，退点。他没有护甲了，你小心那个凯莎，他护甲卖了。我带你。不活假卖、啊、退点啊姐，退点姐，我来了。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。哎，让别人是吧？那我也走，走，是呗？那你们走呗，关我们什么事啊？跑不掉了，这边就控制三。快上去杀，上去杀！退点，马上。这边是我有闪现，我可以跑。拿下，卡莎怎么就是帅？退点姐，我来。没事。你立快走啊！别我在你后面。我为什么要走？我就不走。小问题，等我一下技能 CD。我操，这个卡莎好不太好推啊，对面也不给推，我操，推也推不了。这他妈谁顶得住啊？小心啊！哎，下路有个头，我去拿下路那个头啊姐。可以，他没冲哥了，看他把冲哥给换了，换成这个了。没冲到，没事，先让对面老板觉得我是个菜逼，没事。魔刀啊！要追我们，咱们高手不相第一刀，大爷。他把影魔刀触发了，哎，他这个大影魔刀给他救了一命，没事，他还是十三呀，那么差的，没事，反正是越差越多的，差十三个头，哎，你怎么追啊？这游戏都快结束了，言语毫无意义，只会越差越多的，咋追呀？对呀、啊，只会给我放狠话呗，人头是一个没有。不是没有差的越差越多呀，不是就你们群的质量还想吞并我们群呢？说实话，我感觉你们群现在过来拼过我们群的话，别叫别叫，我还得考虑考虑了。真的太能叫了，真的。哎呦，怎么啦？被他大招 K 走了，太能叫了。你们群这个质量真的是跟我们群那个最底层的陪玩质量差不多啊！你也太能叫了，你这不是我看不上你，说了你反。人会有状态不好的。哎呀，烦死了！对面这哥们，光用大招开口啊，好烦啊！那我看不上你们哦。对面这个阵容，船长不太好发挥。人头十三拉个十二了，就这，那还差十二。也不能光用大招开头吧？那肯定手啊！不说也支持开头吗？现在就是光用大招开头了。肯定得用大招开头。哎呦，大招开头怎么了？你们没大招还是怎么了？我们就是有大招，就是能 K 到花爪 Q 挺好。这对面应该一波了吧？我出来不给他们全宰了，学着点，哥们儿，你这操作真的是只能用大招 K 两个头了。没事，我没死，我还有救赎，我这救赎。你没 K 头吗？这英雄不像狗头，他是又肉又有伤害的，什么船长被突进了就得等死了。哎，那不管你们 K 亏，你们人数就是没有我们多嘛？那你能怎么样吗？对呀，就这实力，就这。拿下。看看，没有说不认，我就说快上，对呀，没有说不认嘛。一个亿就是拿下，双杀，哎呀，这没说不认。这个我能杀，这个我也能杀姐。别叫啦，你能杀啥呀？耶，哎，不要被卡莎杀了，你还能杀？哎，他能杀我，他杀不了我一点儿。好，杀一个。你别走嘛，那你出去嘛，打打嘛。我们为什么不走？我们要补血，补血然后再去杀，怎么嘛？滚吧你妈的！帅，准备帅，躲一躲，后面还有个头而已，他还想开打，还差十几个呢，咋追呀？还他妈想就这呀？没关系哈，就是十几个第一把，哎，给我都不知道咋追。第一把，哎呀，对面秒了，第一把的话选是可以的，对面打永恩好打，打卡莎他后头选。为什么不能狂啊？王二了，不是你大招。不是帅大，大招 K 我头差的更多呀，只能用大招 K 头，真的看不到人。他助攻比你多呀，
助攻，我们是玩的是人头局啊，姐妹。对呀、啊，没 K 着吗？你玩助攻局啊？都没 K 着呗，助攻都没 K 着呗。37。不是，我们玩的是人头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这没课用不上赖，助攻有什么用啊？对呀、啊，那第一把咋了？他说话，我觉得他说话难听，怎么了？哎。就是菜，哎，完了完了，这我知道这个打野要过来了，救命救命救命！准备好杀，是不是子？哎，又被大 K 了，快快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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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吐！超神了这卡莎！杀他杀他杀他！这个头也给他 K 了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CD。我帮你我帮你。你退一下。我有野。我去绕一下我去绕一下，哎呦。哎呀，这个头给他 K 了！我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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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点蓝我！这不叫 K， 这叫什么？这不自己平一套打的吗？啊！我等个 CD， 我等个 CD， 等 CD 给我开了。那我不管，反正还差十一个。对，就上来了，准备加油，封他！他冲哥掉了，快快！快！好杀杀杀、拿下、哎、还好还好，还有一个还有一个，快去拿下，没看到、哎、这卡莎怎么不走呀，他没看到、哎、干嘛呢，推塔了推塔了，马上40个了，兄弟你这发力期发的有点晚吧，还没开始发力，不能给他翻倍，我都快睡着了，动老半天了，他都快睡着了，我操，给他提真有发力期吗，你睡吧，我你先睡吧，我睡着了，杀的也比你的陪玩多呀，哎呀，快睡着了，忍不了了。说了第一把，我没压力上他，你急什么呀？你急了，你压力上了。坏了，我急了。坏了。是吗？你压力啥呀？少了，不知道谁急了呢。还是杀少了。好杀。滚。是人你。哎呀，双重跑。坏啦，有人急了呢。这都不死，来别守了，来推塔，你敢守吗？我操！哎呦，好肉！哇，石像鬼！我操！哎呦，太肉了吧！再拿一个！我来帮你。这确实是。哎呀，他要杀我！哎呦，石像鬼！那我推塔就好了，妈的！快跑，快跑！跑了，跑了，跑了，跑了！啊，这卡莎伤害高了。卡莎。不是、啊、哎呦，这个没杀掉吗？还行，没拿到。哎，这不死了、啊。还行，没拿到，还行，没拿到。去呗，经验了没？哎，你们冰冰姐说这把不急。这波没杀掉。对呀、啊，第一把反应这么大干嘛？不是，多杀点，快快快，多杀点。不小心杀了40个了。还差12个。怎么办呀？差38个。这把不急。落后12个，大家记一下啊。落后12个。落后十二个。不要一天老差12个头。就待在他们那个小群里面，觉得他们小群里面的老厉害了。别叫了。怎么是小群老厉害了？老板，我都说了第一把，要怎么说呀？他怎么老叫呢？觉得你们群里的人老厉害了呢？我们40个。怎么老叫呢？你这人。他续杯就是挺厉害的呀，差12个人头，一把不能代表什么呀？我老，嗯，眼睛不要这么低，对吧？咱们说，快去拿个五杀，让他看看外面的世界。那拿五杀，他拿命难，他还要拆了。来来来来来，不给他追，不给他追，我们不杀人了，我们去拆他。我操，这里还有眼睛！哎，完了，一个，这还有眼睛。感觉要第一波去，我去我去，感觉要被一波了，姐。你想神经病吗？你妈的！你他妈是神经病吗？打不动，我操！这个太肉了。就说太肉了。快去拆，快去拆，给他拆了。他们要超我们。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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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给他机会，不给他。我在路上，我在路上，我在路上。我直接一个E就给他们塔拆了。他就一个光杆司令了。哎，对面想推是怎么回事？就是啊，我们赶紧拆了，该推了，不给他们机会。人头就是这把我们玩一个，急不急吧？等进去看呗，好吧，看对面这个阵容呗。